华国锋同志的遗体8月31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。胡锦涛，江泽民，吴邦国，温家宝，贾庆林，李长春，习近平，李克强，贺国强，周永康等在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，向华国锋同志的遗体三鞠躬，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。华国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，胡锦涛、江泽民、吴邦国、温家宝、贾庆林、李长春、习近平、李克强、贺国强、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，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华国锋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，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。